醉，你拿着匕首要干什么？杀王翦，给我大哥报仇。思源，你别冲动，我们现在没有证据，你把匕首给我。人是他抓的，清风寨是他带人扫平，我大哥刚放出来就被人给暗杀了，除了他还有谁？思源，你先冷静，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是他杀的，但是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无凭无据的去杀人。我不需要证据，给我让开。我不能让。让开。子源，你冷静一点。子源，你别冲动，我们坐下来好好想一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如果不是你拉着我不让我去劫狱，我大哥会死吗？子源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现在没有证据，我们得先找到证据，是不是？之前我们出事都是我大哥在保护我们，如今我大哥却枉死，这个仇不报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不敢去，我敢。我怎么不敢啊？可是冲动有用吗？你能让死去的人重新复活吗？能改变现在的局面吗？你能让商路重新开通吗？商路，你就知道商路。要不是你执意开通商路，要不是你非拉着我走镖，要不是你花言巧语拉这些人下水，所有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。我大哥不会死，清风寨的兄弟不会死，而你大哥更不会伤成现在这个样子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